金宁乡的林湖路21号下午发生一起小货车破胎失控自撞路灯杆的意外，车头全毁，这名林姓驾驶的脸、腿部也受伤送医，肇事原因待警方进一步调查中。酒驾？我啦，操！哦，操！哦。请您慰问了。21号的下午，一台小货车载运20几包的木草，是由榜林的东洲往下后安的方向行驶，突然轮子蹦一声爆裂，车子失控的往右偏移，撞上了路灯杆。惊险的状况吓坏路过的人车，警方接到通报之后，火速的派车赶到现场，协助这名驾驶脱困。金城分局分局长也肯定同仁落实巡逻的机制，在第一时间马上赶到现场，特别提醒民众注意行车安全之外，平时要做好车辆检查跟保养，防范意外事故发生。